我们讲庄子啊，本来想很快把它讲完，只是把每篇重点讨论一下，后来发现我们大家自己对于这个国文的程度问题，所以比较就拖下去了。到了昨天为止，我自己觉得很抱歉，为什么出这么一个问题来讲，讲不完的，啊，那么就选，所以本来想叫次序讲下来，现在就挑选了，希望大家你们手里带的不是我这个课本，我这个课本就是你那个课本，同学们可怜我老了。给我放大眼，你跟我戴眼镜，就是你们那个课本。现在边上有，希望大家翻到第六卷，边上有第六卷，这个篇名叫《刻意》。为了争取时间，我以为还有好几天，他们告诉我今天讲完了庄子的课。到这暂时到这里以后再说，因为明天开始是《黄帝内经》了啊。那么因我就选用了今天给大家讲比较初步的有用处讲刻意的这一篇，希望第六段翻到了哈。在翻到这一篇以前，我有几句话向大家这个做贡献啊。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我要请大家念读庄子，好像我们这几十年代中国的天下太太平了，而且开放发展以后一个路线走得非常坏，向下都下钱看啊，自求利益赚钱，忘记了人生，忘记了国家民族自己的文化，因此选用了庄子。庄子是你们大家的思想展开，把自己的思想胸襟深化一点，提高，因此讲这个啊。我们从唐宋以后，唐宋这个到现在不过一千多年了啊，我们现在用外国的年份，自己认为2007年，再三提起主意，这是耶稣的生日开始讲了。我们中国文化不是2000多年啊，5000-6000年了。这些问题我们不讲唐宋的中间阶段，所以中国有儒释道三家，儒家讲做人做事的，你们千万注意，庄子拼命骂儒家，批驳儒家，大家不要忘记，不要给他的话骗走了。庄子开玩笑的幽默，实际上他非常注重儒家。我们做人做事要说儒家，孔孟之道，说儒家是偏重于儒释的，我们旧的观念就是儒释啊，在社会上做人重视。儒家偏重于出世的，出家修行成佛之路。庄子老子属于道家，道家既不出世也不入世，也可以出世也可以入世啊，用起来可以治国齐家平天下，不用的时候悠哉悠哉，自己跳出社会以外，作为一个非常逍遥自在的人，就是这三家的精神。
幼稚是庄子，老子以外是庄子。我们要想念着佛学，想说佛，想做人，还是看他，几乎每一篇都要用。所以我在昨天讲的那个七家一篇讲过，历史上多少人物都读了这几篇，可以变成这个《三国演义》上所讲的曹操的老师，也是刘备的老师，批评曹操，可以说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你真懂了庄子以后，可是他们只用不讲，曹操再也不会提庄子啊。我讲曹操一个代表，很多人成功人物都用这个，绝不提他，包括曾国藩在内，包括这个时代的人在内。哎，我这个话你们自己去参详。所以要你们特别注重庄子啊。之前我们为了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发挥了。诸位已经找到第六卷《刻意》，是庄子的外篇的第十五啊，也可以是归到甲篇里头也可以啊。这个年代的分类很难讲，那个是外，那个是甲。先讲这个题目《刻意》。意就是思想意志，我们的教育就是刻意。人的意志思想一个婴儿是像白纸一样，什么都没有，这是讲后天的啊。这个里头又牵涉到一个大问题了，人性生来是善的还是恶的？其实一切宗教都将人生生来就是善良，坏的是后天的染污污染错了，这是一派。每个宗教都是如此，孔孟之道也是讲人之初性本善。可是在中国文化哲学里头有一派是人本性天生就是坏恶的。譬如个婴儿生出来饿了就还得要奶吃，结果双胞胎他会抢奶吃，人生都很自私很恶的。是善良的后天的教育，就是两派。中国文化上古的有一派像孟子提到的告者啊，告诉你这个告啊，他讲人生非善非恶，人生不是善也不是恶，一张白纸一样。中国另外一家跟儒家道家不同，叫墨家，墨子讲侠女道的墨子，他人生本来是像白纸一样啊，后天的教育习惯养成了什么变什么。譬如我们把中国一个孩子送到一生出来送到去落伍地区没有文化的民族里头养大，他就变成那个习惯，他本来是后面染上去。这是大哲学问题，人性究竟是天生良善还是恶的？譬如基督教讲生来就有罪啊，我们生来当年我年轻的时候也去念着基督教，一听了这个话我站起来走了，我说我没有罪，我妈妈更没有罪，人生原罪论
生来就有罪啊，是我的。即使天主教、基督教本身也不是那么讲，人生本来也是善的，后世的讲错。为什么提到这个问题呢？让思想一个重要问题。思想，我们儒家叫意志。这个人意志，什么是意？这个问题扩大了。啊，思想是现在来讲，就是脑神经作用，还不是脑神经作用，哪里来的？我们这个思想哪里来？这个问题。那么在佛说有三个名词：心、意、识。啊，到中国来讲，这个心，什么叫做心呢？本体论叫做心，所以佛教叫一切为心。这个心不是心脏，这个心也不是脑筋，这是个代号。有知觉感觉的根本来源，意就是我们现在都是意。这个思想在佛说有个叫这个意，属于第七部分，根本部分不是这个意啊。第七的第六的思想部分叫做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有分别思想的作用，有感情，有情绪，有后天的思想等等。所以意分两部分，一佛说第七是根本意，第六是分别心、妄想心，也叫意。这都简单的介绍一下。庄子这个时候没有佛说这个分类，中国人讲意就代表了思想，所以对庄子迟一点的孟子，儒家的孔孟之道，那个孟子啊，这个自在，将志气这个志，自在，那刚才这个意志这个志啊，黑板上写这个字，志在气之帅，这个意志这个字是我们生命气质的一个主帅，老板是他。你们诸位整体做事业的、做官的、发财的等等，都是意志来指挥。所以只有刻意，庄子也有。那么看了题目已经了解了，这个意识我们造成现在的思想就是雕刻起来，教育是雕刻起来。虽然我的同学们，我们这里老同学们昨天还在笑我，老师讲的教育就是骗子，那还真是骗子。哎，教育家是教育是靠诱导来，我说那是讲得好听，诱就是骗，就是刻意。怎么把这个人思想转到这个路上去雕刻出来，就是刻意的道理。好像你们现在平常讲话，哎，你不要刻意就什么，就是这两个字，刻意等于故意啊，等造成啊。这个题目我们大概详细发挥还有很多理由，一下交代不完，所以我现在都抢到了时间跟你们讲。我们今天只有两个多钟头讲庄子，这个钟头下来吃饭了，晚上两个钟已经完了，所以我快讲。那么现在讲到庄子原文吧，刻意向性，理事已熟，高论怨非，为抗而已，此三国之事，非事之人。
初考赴约战，只是好月。这是一段，叫写着的排版，这一段两行这块拉开了。他说有些人活的人生在世，这就是叫你建立一个人生观。我常常问人，你们发财做官有权利，你的人生观是什么？哦，老师，怎么叫人生观？你自己是个人，我准备一辈子做个什么人？这个我还没有想过。换句话，你没有人生观的人啊。那么大家有许多同学问我，老师你呢？我说我8岁到10岁已经建立了人生观。他说你的人生观啥？我说我想做皇帝，做不成了，现在很可怜。那是我的人生观。那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真的狂妄地告诉你，因为现在年纪大快要死的人就坦然向你们坦白了。我说我是那个时候就这样，我一辈子头顶上不是人家走路，不走上面的第一个人，就走下面的第一个人，结果我还是走下面的，一辈子走了下面的第一人，一个普通人啊。这就是人生观要建立。现在他讲人生观，他是有些人刻意上升受了教育，比如说要做个宗教家，要做个商人，或者要做个教育家，或者要做什么我想干什么啊。等于说现在你们考首校很可怜的，连刻意自由都没有了，分数多少就给人家分派到某一些某一个学校，分数偶然考试是靠不住的，靠运气的，有时候很好的考不起啊，就分派到那一学校，有时候很不行的啊，结果读名学校，这个考试最糟糕了，我说教育的目的不在分数考试啊，现在越来越严重了。一个幼稚园小学生分数考不起，分到烂学校，我说要你这个教育部干什么？教育的目的是把全国的人不行的教成行哎。你是分数不好的应该读第一等学校，分数好的去读烂学校，一定好了嘛？结果我们教育相反的，不晓得我的话对不对啊？你们去念就念，就是刻意雕刻的不好。有些人刻意上升教育，把品性行为自己准备，这个行为代表行为啊，行为包括两重意义，外表的作为，内心的思想，叫做行，这要注意的啊。所以在行为这一说里头两重意义，一个人外表人做什么事是行的啊，一个内心的思想。有些人读书人刻意上升自己，把自己思想行为外表规定一个规范教育，这些人离世一如去做家丑或者修道处，离开世，世就是社会，习俗跟你不同。比如说我们中国有道家的道士，出家的出家的和尚啊，尼姑，离世离开社会，习俗跟一般人不同啊，这是一种啊。所以我要修行，像我经常碰到很痛苦啊，到处写信来，老师啊，我想出家要说服，这些事我常常堆积如山都丢开了，没有办法答复，并不是反对他，你也没有搞清楚要随便去出家修道搞个什么东西啊。离世矣。还有一种高人怨非，
你看这年轻的考起大学生还在接受戏，后一天回来父母父子两个讨论我高谈阔论，嗯，怨非埋怨这个社会啊，这个时代不好的诽谤，肚子里一路一大堆的怨见意见啊，并不是天天骂人了，肚子里不同意啊，他是这一类的人生，你看他的行为故事。换句话，你管教育的这三句文章当中啊，可以向圣历史一说刚浪远飞三四十二个字。如果学受教育的有个名称叫圣下教育，看一个孩子的过程应该走哪一条路，圣下。譬如有许多孩子喜欢画画，你硬要他说什么叫这个说医生不行的嘛，他的圣相不在这里，说教育要知道圣相啊，这是教育里头有啊专门一科。现在庄子这里三句话几个圣相的方向告诉，有些人贴身，譬如我也看到好多家庭一个孩子十几岁二十岁非要去出家修佛修道做道士，我觉得他心很多不晓得怎么处理 啊他的性向，这就是教育了。这里高论怨非，有些天生的会讲话每一个思想有他的意见，高谈夸人怨非，什么都是埋怨。譬如有一位做官的人啊，我一位朋友，然后谈到做官的时候，我就写了两句话，中国的古文，我说官不好做的，永远不能做官啊，名月即上秀怨即亡，先把第二句话给你。动物，鸟也好，狗也好，猫也好，啊，鱼也好，啊，你把它关起来，一定是不舒服的，心里埋怨。动物不会讲话，不能表达，是秀怨即亡。民乐之下，民不是老百姓啊，古文就代表人们人性永远反对上面，这孩子们永远不大同意父母的意见，不过没有办法叫你爸爸妈妈吃你的饭，只好听受压迫，心里不同意的，所以就叫代沟了。我说你懂了吧，还是可以知道政治了，天下的政治没有个朝代，没有个政府，没有个法律是对的，老百姓永远埋怨，就关的注意啊，反正你就懂了。明月之上是上面的，哎，你做东办个公司，做董事长总经理，譬如我们这里大公司总经理，我的管理这么好这么好，坐在那里骂人，你以为听你的啊，靠你拿生水吃饭，只好听。你以为你真了不起，你就昏了头了。明月之上，譬如我现在坐在这里讲课，也是你们的上面。你以为这个老头子都讲得对啊？放个屁！行了，明月之上，受月之亡，承受动物。你把它关起来一定埋怨，这就是接受了人生。所以作为一个领导人是要懂得这两句。有一位做官的朋友来我写字写八个字给他，老师啊，这个很难懂，我是慢慢去做的。这是讲怨非两个字，是这个意思。人生贴身反抗现实啊，
所以做老板的时候我管理得很，所以人拿来一边拿捏不住一边骂人不行的啊。他怨非放在肚子里面发出来，你碰到某个时候发出来不得了啊。有些过程高人为抗而已，抗是高亢，代表骄傲。人生天生有我慢，天生人生每一个人你个白痴他都有我的意见，你不要认为白痴没有意见。那个白痴你看过鲁迅的那个阿 Q 啊，阿 Q 挨了人家打，打不过人家头都打破了，然后拍拍自己他妈的给老儿子打老子不要紧，自己还是老子，明明挨了打还没有办法，自己认为还是人家的老子啊，就高亢傲慢，他这是一种人。现在这几种人是三国之士非世之人，这些人过剩活了在这里头的三个中体的是三国的出家人，回家的一辈子不肯出来，在山里都住到自己过个人的生活，绝对的自由主义者，是三国之士非世之人，跟社会人不大像，不大打得拢啊。枯槁浮冤者之所好也，这些人过程很内向很自我的，很枯槁啊，看到人家都是讨债的面孔，笑脸都没有，很枯槁啊，你不要来捣乱我，很自由，个人自由主义。浮冤者逃到那个鱼呀躲在水里头离开了的，他是这一类的人是干这一套的事。好，这是一段了，完了。第二段，你仁义忠信恭俭推向为修而已，此平时之事教诲之人，有居学者之好也。哎，教育家来了，有些人满口仁义道德，做人要做好啊，衣服要穿好啊，这个规矩教孩子教学生，满口说过仁义道德啊，仁义忠信恭俭推向，做人很有标准，很公正，有礼貌，忍耐，你不要妨碍我，我不妨碍你，很简，简是这个意思哦，简单明了啊，是个人自由，恭俭推让，到处很有礼貌，看人就行礼啊，你好我好，这一类，为修而已，这是本身讲修养的人，个性天生讲修养。是平时之事，这是一般世俗人，教诲之人可以去当教员啊，可以到教育家或者教书的教诲之人啊，有居学者之好，一辈子做个学者啊，到去走一走啊，美国中国教完了到美国去教书，美国教了回来教书呢，这样。第二条，人啊，你大功立大名，立真正正向下为治而已，是朝廷之事，争取强国之人，自公并接在之事好也。好，我们就关了啊，建立国家起来革命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一个政府啊！你大功讲话，计划理想很高，哎，要做大事呢。我们前面这些一排老板都是这样，牛都越吹越大啊！那都是吹牛的啊！这个都会写故事，一毛钱没有，结果赚了好多亿，这是你大功啊！那我们有个朋友骂吹牛的，这是牛大大的哈。啊，女大公啊，立大名，
结果要社会上有大有名气，李尊臣谈政治啊，那个是领导，我的领导，我的老板怎么样，下面怎么样，正上下规矩很严格，正理跟管理的体制为之而已。这些人玩政治的，做官做宰相做皇帝啊，是朝廷，只是朝廷之古代叫朝廷，政府可以到政府里做官，那权位君主强国，同一个皇帝啊，拥护一个人，使国家建立强起来，自公兼并，并吞天下，把别的吃下来，自己把它强大起来，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团体都一样，自公兼并者就是好乐，他天生下来就干这个事，你叫他干别的还不行啊，天生下来，那、啊、这就是中国文化人才的分类。你看啊，把分类都做好。那、啊、你们假设将来是官人事啊，国家的人事就要看清楚了，每个人应该做什么官，做什么人。现在讲了三条了，三条里头包含的内容很多很多啊，不要听忘记了，嗯。受守财去闲旷，钓鱼闲取无味而已，是江海之事，疲避世之身，闲暇者之手好也。另一批人呢，干什么？受守财，哎，大家说，哎，南老师不错，这个地方找来好像世外桃源一样哈。这个地方在田园之区隐居在这里很好，守财有水有山间处于闲旷，在哪里什么都不干啊，种点菜，要追亩地种种，养点狗啊，养点鸡啊，养点人啊，差不多了啊。钓鱼闲去太湖上养螃蟹钓个鱼，无外而已，一辈子无所求，跟社会来少打交道。第一类江海之事，胸中喜欢自由，故人自由，善打啊江浪海洋，避世之人，想离开社会，社会太复杂了，不愿意跟他了，都到社会来相处。闲暇者就是好人，有空时间管自己国人，悠哉悠哉，他能说话啊，这是一批人啊，既不出家也不在家，这个样式不晓得你们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了，我看这样的人还不容易，很难找到的。比较说古文说出来，此乃高尚之事也，人品很清高的啊，官也不想做啊，钱当然不想发财，可是饭人有的吃的啊，不是不要钱，够吃饱就行了，不贪，这是一条。哎，我们讲了几条了，诸位，一二三四五吧，你们不要听忘记了啊。还有些呢，啊，吹嘘出席吐故纳新，注意哦，耸针尿身为寿而已，吃道养之事，养神之事，自然啊，捧举受靠在之事。还有学生做功夫啊，做功夫是干什么？以前不是我在外国的时候听说国内的气功流行，哎呦我好难过，我说你们中国文化就是这样吹了哦，拿来练气功，鼻子嘴巴来练。我说气功哪有气功啊？中国文化的五个阶段，要武功啊，武功练好了守气功，气功练好了守内功，内功练好了守道功，道功练好了守禅功。这是什么？通通气功搞的啊！当然现在没有了，过去了。搞气功的
吹嘘呼吸。你看四个人练气功，我告诉你，练气功据我所知道有多少种呢？200多种气功，你们还不知道。嘿，我说这个人类的文化都有趣啊，就是这个鼻子这个嘴巴还变出来那么多花样，各门各派啊，归纳起来把这个吹嘘呼吸，就慢把这个呼吸练气啊，一呼一吸啊，包括腹胸的打坐也是这样，吐故纳身。呼吸有没有作用呢？你们注意这四个字，是医学。我们人就没有呼吸呢？人天生的生下来就要呼吸，吸进来是阳气，鼻子自然吸进来阳气，到我们身体里头别叹气了，叹气就要毒，就要呼出去，所以呼出去吸吸呼。呼吸道理四个字，吐故纳身，吸收身的阳气啊，然后到肚子里要吐出去叹气，所以搞呼吸四个字啊。你们练气功也不会练，到现在鼻子呼吸也不懂，大家都在呼吸，看每个人几个人都到自己来呼吸，都忘掉了，因此身体不好，不能吐故纳身。胸身我呼诊啊，这个胸针尿身干什么？就又干连内功的，哇，大清泉了，什么泉了，在哪里站桩了，哇，这个是拜火了吃了啊，这个是什么，反正告诉啊，属动物的动作啊，所有的拳，少林拳、太极拳都是属动物的。太极拳怎么来的？江山逢在武当山啊，看到了那个蛇跟白虎两个打，这个蛇要把白虎吃掉，这个白虎呢要把蛇吃掉啊，一个翅膀展开这样打，那个蛇一扭就给我躲过去了，蛇就转过来缠他，白虎一跳就转过来，就是太极拳。是这样发明真的，不是故意的，因为你们没有学过武功，就像我们从小的玩玩这个都很清楚。这叫做庄子叫胸针尿身啊，所以那个少林拳有5种，龙拳、虎拳、白虎拳啊、豹拳、猴拳，都是动物运动，是小动物来传授，叫胸针尿。为什么？所以这些人一辈子练这一套干什么？为了活得强一点，为了寿命。这些人叫，在道家叫道隐之术，做功夫把身体的病痛引到出去了，用气功引出去了啊，引出去养形之人，使自己永远保持青春美貌，寿命会长点。有没有我们中国楚国人彭祖800年，彭祖年高800岁，所以我们晓得的读书晓得两句话，彭祖年高800岁，陈抟1岁1000年。华山上有个道士叫陈抟，陈抟老祖啊，常问这个，你们在我们那里吃饭，我这个饭厅的那副对子，陈抟老祖写的《奇人中论》，他写的这，他就做功夫是睡觉，不是打坐，一睡起来是形容他啊，1岁1000年，说陈抟睡醒了问彭祖呢，死了多少？怎么那么快死了？他800岁的那个短命鬼，他只睡了一觉。你看，这彭祖年高800岁，陈抟1岁1000年。那中国的古诗，
这才是属道家的，不是吹掉这个上面讲都是真的啊。他把人社会的风乐这些养生之人捧举受考者，受怎么叫考呢？那考字很难懂的，我常常问人，你们讲中国文化，你看过年的时候门口贴的红条子五福临门，哎，你们都会写五福六门要福气，我说哪五个福啊？不知道了，因为中国人会写去贴，不晓得，只好把盒子倒着来贴，什么意思啊？福到了，那这就是文化了，啊，五福里头有富没有贵，官做得大，做到皇帝不算贵哦，哎，有钱了就好了，父母，哎。有个寿，五福里头有个寿，还有个考，考什么？那你翻古书看，什么叫考？哎，那古书来告诉你，那他写的五福，那寿、富、康宁、友好的考中命，这叫五福临门。啊，友好的这一家。做人做事家庭教育很有道德，考中命就不懂了。你去参古书，古书来怎么做的，什么叫考？考的老爷，老就叫考，考就叫老，结果没有老师跟你讲，我查过字典，考是什么老啊，老是什么考啊，考老考老。所以像你们现在养一辈子，小时候考中学，中学考大学，大学考留学，留学回来做公务员还要考，一路考到底，大概是这个无苦了，这是无苦了。考中命，寿命要长，活到了健康快乐，死的时候没有痛苦，没有麻烦，叫考中命。那最好的无疾而终，没有生病，一下子死了就死了。你看现在有钱的有地位，一住进医院一年两年拖下去，又麻烦自己又拖累人家，那就无福之人。有福之人考中命，刚吃了饭说走死了就死了，无疾而终，好难的。所以这些人养生之人与朋主受考者之所好也，生命的接受无病无痛走了。你看这一篇我特别跟你们讲出来，庄子分类人类的人才，然后主不开业而高，无人业而收，无功名而至，无江山而显，不道养而寿，无不忘业，无不有业，淡然无己而众迷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这一度连起来，中国文化最高的人生标准了，这就是道家，也就是中国佛教所讲的禅宗的人对目标了，上面讲了，你看几条，包含了几十个人生的做法，人生的，也可以说，刚才我们讲过的是庄子所讲人生几十个生命生活的形态，至于说你赚钱，你漂亮，你寿命，谈都不要谈。下面的标准自己看看哪一条合适的，除了上面这个普通以外，真正中国文化讲道家之事，所以我古王两个字，那么我们翻白话就是那么讲啊，不可以而高，不是故意自己傲慢，
不是第一条讲那个傲慢的批评社会吗？哎，第一条，哎，有人不刻意而高，不是故意，自然挺高，啊，无人意而说，也没有满口神意，他的品性、人生修持非常好，啊，第二条，啊，无功名二字，也不想做官，也不想发家。可是他在某一个家庭也好，社会也好，他在哪里，自然受他的影响，啊，安定，而自，无江海而行，并不要归隐山林，逃避现实，啊，可是他永远此心啊，虽然也做事，可是心里头不忙乱，永远是清闲，不道隐而受。不做功夫，不打坐，还不练气功，哎，不吃药，不生病，啊，不道隐而受，无不往也，无不有。往是什么？什么事情到达心灵空了，能够兜得开，放得下，啊，无不往也，每件事情都开了，啊。有些人气派很大，过来就该一笑丢掉了，无不往，无不有也。哎，你说他什么都不慢不在乎吗？他什么都有，要啥有啥，自然来了。这个人很高了啊，无不往也，一切放下即空啊。是这个李慈雄到成都那个王叔月回来，后来我笑他，他自己也亡了。他后来告诉我，哟，我说我到成都看到那个庙子王叔月前面有副对子真好。我说好啊，你背啊，他就背出来了。嗯，戒了就住，住了就放下，了了又活不了啊，他背了。借了就住，住了就放下，没得了了又活不了，复杂观念哪来讲的无不亡也啊。我说下面呢，李慈雄他本来坐在这里，前两天我考他下联呢，哎呦我亡了，我说你真亡了啊。下联了，慧生一座智慧靠觉性生出来，觉性与自在，觉性是本体功能来的，生生含着无生，永远这一副对的。哎，我们拿这一副王叔月这一副对子拿来，就讲了这两个。哎，上列的无不往也，了了又何不了呢？下列无不有也。生生含着无生，这是中国文化到处都存在，这是这个道理。淡然无极而众迷从自然，这个叫修道，叫禅宗。修道人心境始终是情绪理性很淡薄，一切很淡薄啊，一切都不沾染，功名富贵什么啊的，一切不沾，淡然无极，永远具备了一切的真善美的人生。修养学问到这个程度的话，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中国道家文化标榜人生的目标，就是这个道理。啊，天地之道，故曰：夫跌宕寂寞，虚无无为，是天地之本，道德之主也。下一个结论，故曰：古王，拿白话来讲，所以说中国道家文化讲人生是什么？跌宕寂寞，对一切都很淡的。不抓住，好像不认真，一切了了又活不了，跌宕
寂寞永远是良政，寂寞不是什么啊，永远是良政啊，虚无无为啊，永远在空空洞洞，心正修养在空空洞洞，正改无为而治，这就是天地之人道德之间。你看天地之间最好的天气无风，也不太热也不太冷也没有云，外里晴天。此外有两句古诗可以形容，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啊。古曰所以讲圣人修修也，这病已病已在迭代，病已迭代在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及，故即得传而人不愧。这道家就告诉你了，所以说真正有修养圣贤者修修处处在放下在休息，再没有什么血压高啊心理紧张啊心理烦恼没有，因为你放不下，了了又活不了，你了不了，了了的呢修修业一切即时随地在休息的状态，这平易就很平淡啊，看这个人很平淡平凡很容易，因为平移在迭代，你外事啊，整天就住到转移看来，但是你毛钱也不值，看着那么平凡那么迭代啊，平移了就迭代，住到了平移迭代这忧法不能是没有烦恼，邪气不能成啊，外面的影响社会环境贴地环境都不能影响，这个叫道德的完全，估计得传而神不亏，精神永远是不衰老的状态。我们到时间对不对先休息一下，谢谢老师。